好，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谁是接梗王的游戏。这一轮各位要根据题目即兴回复来接梗，来，请听题。谁私信你？还好啊。如果说你收到这样的私信，你会怎样回复？白哥，你还好吗？我想关卡了，还让你们吃饭了。你最有发言权，来吧。我告诉你，我真不想回，为啥？我不提。那么网友们都老说我老提这个事儿，你这题是给我出的吗？首先啊，我前任已经把我删了，他把我拉黑了，我想联系上他都联系不上。我把他微信推你啊。不对，我就没经历过这个，突然间这题出现我跟前，我感觉这好像是真事儿，我有点激动，我